生生不息宝岛季第九期歌单来了，第四次公演下半场八首歌曲，首首都是大金曲呀，有耳福了。一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杨宗纬和毕文俊。今天这个节目太让我们真的太感动。相信聆听你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你，请你给我多一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原唱周华健，是周华健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，又是由李宗盛作词，飞鸟梁作曲，鲍比达编曲，发表于1991年。难再续，难再续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。二，牵手，华晨宇和张韶涵，范逸臣。这三个人都是首次合作，很期待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原唱张惠妹，词曲制作人都是陶喆，不得不承认，当时的陶喆真的是才华洋溢，发表于1998年。三，天黑黑，莫文蔚和窦靖童。之后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。两个嗓音特别的人，还没有听过他们唱，就觉得他们的声音会很搭，期待。原唱孙燕姿，称得上是孙燕姿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，发表于2000年孙燕姿同名专辑中。廖莹如和吴一珍作词，李思松作曲，专门为孙燕姿量身定做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，因为还小，所以不怎么听得懂其中的含义，到长大之后就慢慢的听懂了，特别是现在更能懂了。四，不能说的秘密，魏如萱，周兴哲。又何必去改变你走过的世界，想象你在身边，才完全失去这一切。这两个人又合作了，张信哲组那么多人都没有合作过，而且同队的那英都没有合作过，就感觉少了一点惊喜感。原唱周杰伦，由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林迈可编曲的一首歌曲，还是同名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同名主题曲，周杰伦更是自导自演自编，展现了不一样的才华。五，没那么简单，那英和张杰。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，幸福没这两个人要合作，而且又是一首这么好的歌，我就押宝这一首了。原唱黄小琥，到现在我都还记得，作曲人是萧煌奇，由黄若龙作词，发表于2009年。这首歌曲已推出，广受好评。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，别的都不管。主要他说的字字句句都很能击中人的心，这也是让大家特别是年轻的一辈人记住黄小琥这个名字。六，梦醒时分，张信哲，裘德，姚小棠。哎，你快看张信哲同学，谁呀？组合倒是挺新奇的，有新鲜感，有惊喜感。原唱陈淑桦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李正帆编曲。这首歌曲想不到它是89年发行的，知道这是一首老歌，没有想到这么老。你说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七，味道，辛晓琪，分会场。辛晓琪这个时候唱压的是最后一首歌吗？期待了。我想念你的倒是由黄国伦作曲，姚谦作词。姚谦的词也是很厉害的，他的词就是比较细腻唯美，很有氛围感。这首歌曲发表于1994年。八，勇气，全员大合唱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开头是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说我怎么不理。原唱梁静茹，由光良作曲，瑞叶填词，发表于2000年。这首歌也开启了梁氏情歌的路。以上就是四公下半场的八首歌，有你们期待的吗？